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第一集，花了大把钱大把时间苦苦经营的外贸网站，谷歌排名却上不去，没流量，没转化，很苦恼，很无奈。没关系，试下这十个超有用的 SEO 技巧。一，根据 RankBrain 算法来优化网站。总而言之，你需要深入研究用户心理，把握用户痛点，提高 title 和 description 的吸引力和竞争力。二，降低网站页的跳出率加提高用户停留时间。 Google RankBrain 青睐让用户喜欢的内容而喜欢程度的判断指标，即跳出率 bounce rate 加停留时间。一般而言，跳出率越低，停留时间越长， Google 排名就越高。大家不妨登录你的 Google Analytics 看一看，排名不错的页面肯定都是跳出率较低，60%以下，且用户停留时间较长，1分钟以上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呢？内容一开头不要啰嗦，尽量几句话讲清内容的价值，告诉读者你看完我的内容会得到什么，并且鼓励人们继续阅读。比如加个 keep reading， 比如拒绝大段落内容，尽量用 mini 段落，小段落会让用户读起来更容易，更有兴趣。比如现在移动端的流量越来越大，小段落在移动端的可读性更强，这可以说是 SEO 的重要一点。二，利用 Reddit 挖掘新关键字。 Reddit 常被称为 The front page of the internet， 互联网的前沿，说的就是 Reddit 会有很多较新且可能即将风靡流行的话题关键词。 How？ 前往 Reddit， 假如你已经知道目标受众常在的 Subreddit， 直接前往。如果不知道，在 Reddit 内用关键词进行 topic 搜索，然后看看结果中的 Subreddits 和 threads， 最后一遍遍的反复浏览相应的 threads， 找出那些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术语。因为如果某个话题若在 Reddit 上很热门，必会被人们反复提及。举个例子，我在关于 link building 这个话题的相应 threads 中发现 content strategy 和 content strategies 这几个术语反复被提到，而他们正是我之前所没想到过的关键词。 Good， 我对内容创建有了新的想法。三，不断更新优化旧内容，不断加新文章，传新产品，对旧内容置之不理，这是很多朋友会犯的一个错误。其实对于旧博客和旧产品描述，你需要不断为其注入新鲜血液，要让其跟得上时代，赶得上用户的新需求。借助本来积累的权重和不断更新的优质内容，排名不想上都难。每逢看到新的 topic， 要想想可不可以加到现有的网站内容里，或者定期对网站进行关键词排名检查。当发现新的优质关键词，则要对 TDK 和内容进行适当优化改动，之后做做社交分享外链，效果会相当可观。四，充分利用维基百科 Wikipedia 上的 broken links。 大家都知道来自高权重网站的外链对排名的影响极大，且获取难度也是堪比登山。这里分享一个获取维基百科外链的小窍门，当维基百科发现有死链时，他们通常不会立马删除，而是先在旁边标志一个 dead link， 如下图。这个死链在被更新或被删除之前，则是我们的宝贵时间。步骤，在谷歌利用此搜索指令进行搜索 site wikipedia.org keyword 加 dead link， 访问与你的网站相关的搜索结果页面，维基百科页面，按 CTRL 加 FMAC 是 Command 加
F， 在对应的维基百科页面内搜索 Jazz Link， 然后跳到标记 Jazz Link 的地方。其实维基百科对于死恋有专门的汇总页面，可以直接查找，更容易。链接 https://vit.ly2wa3vvzm。 最后在你网站上创建一个高质量的可以替代那个死恋内容的内容，向维基百科提交即可。